大家好，我是 TV， 今天玩的是洛克人 ZX， 这是来联动 Zero Four 的卡带喽。那联动 Zero Four 卡带之后呢，就可以来打开另一道不能开启的门哦。那我们直接选择这个进度哦。好，那卡带联动设定我完成喽，所以直接前往 N1 地区。好喽，直接去那一道门喽。来喽，进来喽！进来之后可以发现结构是一样的、喔。好，那先打左下这个月刃槟榔好了。好，他们也是这个 Zero Four 的头目哦、喔。ついてこれるかな ？OK， 来了 ，Warning， 他怕火，哎、砍！砍死他！我干！砍！砍！砍！哎呦！砍 ！OK， 赢了。好，打下一只，左上哦，雷电飞马，直接打雷电飞马哦，来喽！他是雷电飞马 ，Warning！ 好，打他用这一招哦。他怕冰。哦，现在在空中超难。超难砍的，哦，我把他打下来，哦，赢了，帅了，好，继续哦，打右上的蝶翼精灵，但是要换一下，我要变成。H 型，五个血啊 ！OK， 来吧。蝶翼精灵 ，Warning！ 他怕电。哎呦呦呦！OK， 就用电的吧。嘿嘿，电死你！嘿嘿，好了。哦哦哦哦，电！哦，电到了，算。哦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小心，电死你！电死你！电石令，哎呦，被打到！来，电石令 ，OK， 赢了，帅啦！好，那我们来打右下这一罐哦，叫做贵族曼陀罗。好，我把这个剩一点点把它用掉，那再换回 OX 哦。好，这次我们就直接猛砍了、啊、贵族曼陀罗。好、哦，他也是个专专怪哦。Warning！ 来啦！啊、靠腰，直接砍了、啊，他会自己回血。同砍同砍。哦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哦，嘴巴砍死了，嘴巴砍死了。哦哟，哎，赢了 ，OK， 好啦，哦，我们示范完喽 ，Zero Four 的这边四个魔王也被我们打死了，那整个游戏就已经基本上隐藏要素都已经结束了，好，那
我们就到这里咯，跟各位说拜拜哦，拜拜。